去，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就会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。但我又如何能停止在思想？我埋藏一切回忆，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甩你嘴角的背影去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让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。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。这种清洁工很普通的，只是想着要过时间啊，不要在家里闷住，这样就好了。钱就是不多的啦，我们做这种钱不多的。我是不想做这份工作，我们没有什么读到书，你去找别的哦。有年龄了他不要的，自己又不喜欢做别的小贩这样哦，人朋友介绍来我就来这边做做看，就做到这样久，一做就六年了。你不要做这个工作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的读书的不认识字啊，有二年了，去到学校就哭了。对，你的弟弟很犀利的嘞，每次在巴萨跟你们讲话了。那个很多女人，那个老人都有，少年都有。哦，一个想学一个，想学一个，想在南部大牙，南部大牙，那北部大牙，那我去个多假个，他就南个讲话。都没有，没有女朋友，哪里有结婚？你找很容易，你看人家要不要你哦？啊，多干啊！看我出头哈！这边的人不错啦，还可以待到这么久坐牢。他们 office 的人还是不错，这边老师也是不错。这边的学生蛮有礼貌，是老师讲，很有礼貌。每个看到我就会叫的。那你做工的好了，要一个空间给人家休息一下哦。最好就是我这边，因为外面的风景还蛮漂亮的。还自己种点花花草草这样的，好，很漂亮哈。最辛苦的是早上啦、早上好像忙忙匆匆这样，叫到下来下午没有那么压力啊。怎么调？《易经》是说，有时医生帮不到我们，我们就求菩萨了。我原本是要在图书馆，可是经理说里面是图书馆，没有地方，我就走这个小巷了，因为这个小巷没有人走。一楼呢，唱歌一样哦，他是他没有那个力，他哪里可以洗厕所？你看他走路都不方便了、前期他讲跌倒、他有意医药没有什么啊，只是这样到老就这样。
早早医了好啊，他慢慢医啊，医不到了啊。不要笑笑他们啊，以后我们不要这样就好了。他的弟弟忘记了，他好像有耳聋，你要去那边讲话，他会听到，你这样他听不到的。安迪动了手术了，就很少有拍照片，因为我的脸啊，是你拍起来一个歪的，它不正的。我的想法就是，想要打做多两年了，就是要退休了，安迪老了，60多岁了啦，还不退休。我的管工，刚才那个你访问那个，以前我一起跟他做工的，连他知道我就是以前我就是做八汤证啊，连他就讲这边要请人，我就讲好啦，来试试看啦。他的为人也是很好的，老实讲，我们全部认识要整10年了，有空时我就去找他聊天了。他人很好，他对我们没有那么严啊，不好他讲你就用咯，你做好他没有讲你的。我身体上这个问题管工不知道了，这就不压到了根，几年了，我看13年到现在。哎呀，有时候想到不如意的事情就难过了。因为你身体上的问题，没有人可以帮得到你的。你身上的问题自己知道了，这个问题医生说，就算你开刀也帮不到我，因为你做这个工作就要吸尘嘛，吸尘就会弯嘛，弯你这个脊柱骨会越来越弯，你不要做也是会痛的了。我们做政府工，这种清洁工的人呢、会给人家一个印象，好像是没有人家干这么高级的一个人。我会觉得这样，不止我一个人啦，有些安迪都会这样，会觉得给人家看不起。其实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嘛，不用讲怕人家看不起。不过我老是跟我儿子讲，你妈妈做这个工活，你会觉得很丢脸吗？我儿子讲我，他讲有什么丢脸？不会，我先生也是讲不会，有什么丢脸？钱是你们自己嘛，你没有努力哪里有钱用？我每次跟我儿子讲，你读到书，你不可以这样对人，讲你要礼貌一点，好像你要上厕所，当然哪里都有清洁的安迪的嘛，对吗？我讲你要对人家礼貌一点，不可以讲哈什么什么。乱丢什么那些纸，跟人家乱霸讲不可以。我很小就要教他们的，一个家庭里面好，那个礼貌啊跟教育很厉害的。五个人听说
慈祥，我怎么能够，我怎么能够，我埋葬一切回忆。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曾经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那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的写空虚。没有我那姐，没有我那姐。